来来来，你起来，你活动活动，你锻炼锻炼行不行？啊，大姑父，你别让我动，我可累了。不是你累什么了？你一天啥也没干。我咋没干呢？你干啥了？我最近卖面膜呢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卖啥？面膜。你卖面膜，有人敢买吗？我都卖出去一箱了。谁这么缺心眼儿啊？大琴子。我一猜就是他。哎哎哎，行了行了，你起来吧。我跟你说呀，那个三号楼的那个张奶奶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他那个家具出点问题，让我过去帮着整一整。这样，你起来跟我干点活，一会儿咱过去。大姑父，你别让我动，我等小米粒呼唤我呢。让我动，你说你呀，你就这么懒吧你啊？街坊邻居们，三天不见了啊！能猜出来我是谁不？看脸，别看形体。哎呀妈呀！没想到我在咱们小区的辨识度是这么高的啊！情况是这样的，三天前我在王小倩那买了一箱面膜，她跟我说，24小时连续贴，连贴3天，我就永葆青春。大伙看一下啊！我今年35，贴完像不像23的？大半夜这么说话，说我像五十三的？什么破玩意儿啊！这哪是美容，这毁容！我找王小倩去，干什么玩意儿这呀？王强，王强，你谁呀？大呼小叫的，看没看见？用完这面膜，他都不知道我是谁了。发琴子呀，脸咋这么白呢？化妆了？我化什么妆啊？你不跟我说的吗？24小时连续呼，连续呼3天，不就这样了吗？那你不呼夫呢了吗？你就骗我吧你！你说用完这个面膜以后，我就用到青春，我就年轻了。大美就跟我搞对象了。今天早上我就找大美去了，一开门，大美看着我以后，马上给我朗诵了一首诗。啥诗啊？你也说聊斋，我也说聊斋，押韵不？大秦哥呀，那是你呼的方法有问题，3天呼一箱，你搁这呼地瓜呢？谁呼的没有问题？我大姑父呼的就没有问题。赵刚子啊，赵刚也呼。大秦哥，你坐那儿，不瞒你说啊，我大姑父呼的比你还勤呢，随身携带，现在40多岁吧，呼的像20多岁似的，能看出来呀？你问他也不会告诉你。你看啊，你要变年轻了，不就把他超过去了吗？王小倩，你想法都邪性，我就问问他是不是啊？皮肤怎么保养的，面膜怎么呼的，他有什么不告诉我的呀？不可能，我太了解我大姑父了，你问他他会说。我什么都不用，我就用清水洗脸，擦都不擦，完事我就跑步去，那叫风感。我不听你的，我找他去。我问你，别老问，你问问问，你十万个为什么老问问问问问问你。是谁来了？大琴呐。对，是我大姐夫。这怎么的？这是要演猴戏啊？我演什么猴戏？面膜贴的吗？王小倩啊，这贴你面膜贴的呀？不是，你贴那玩意儿干嘛呀？你大老爷们儿、啊、什么叫我？你不也贴吗？我不贴呀，我不贴，我就早上起来拿清水洗洗脸，有时候一着急我都不擦，然后我就出去跑步去了，这叫风感。你说的谁信呢？你说40来岁人了，长得跟20多岁似的，都这么认为吗？是，大伙都这么说的。好，说明大家的审美很正常。告诉我你是怎么保养的？哎呀，我
啥保养啊？我也不保养啊。你是不是经常去那 4S 店呢？怎么的？我还得加桶机油啊。不是，是不是经常去美容院呢？美啥容啊？啥也不美。虚伪，完全说你成天随身携带。什么？我随身携带？我携带什么呀？面膜。别听他瞎说，我什么时候去？我出去我带面膜吗？站好，手机对。怎么了？有面膜吗？开什么玩笑？你找面膜往哪儿摸？没有。啊？瞎啥啥呀？工具包。你这里边你看，这里边你看都是干活的工具，这能有面膜吗？啥啥？这啥？啥？面膜。这谁的面膜啊？这谁的？那肯定不是我的。王小倩啊，这是不是你干的？是我是不是你干的？是我闲是我闲的我呀。闹什么你闹？大秦，我跟你说，你坐这儿，你坐这儿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从不用面膜。那谁用啊？谁用？我不知道。反正这面膜它不是我的。大秦，你这样，你了解我不了解我？啊，我赵刚子是什么人？你了解不了解？我就了解。我说话你相信不相信？那是这真心还？我用名誉担保，面膜我不用，这面膜不是我的，明白不？你肯定没用是吧？肯定我没用。不是，妥了，王倩，给我退货。听见没？退货。大姑父，怎么的？你就搅和我生意吧啊！我告诉你，这生意不是我的，是你小姨子小米粒的。小米粒啊，你出来吧！你大姐夫搅和你生意，哼！退货。谁呀？谁要退货呀？啊？吵着把火的，谁要退货？我不退货，你不退货，你退后。好的，我退货。你谁呀？我就是使用你产品的那个人。哎呀妈呀，大秦哥呀，你这脸咋的了？你擦粉底了？我擦什么粉底呀？就用那面膜用着嘞。不能啊，我那面膜质量老好了，你是不是使用方法没用对呀？使用方法怎么会有问题呢？王小倩亲口跟我说的，24小时连续呼，连续呼3天。王倩，你咋跟人说的？啥让我咋说的？我给他面膜的时候，他老激动了，转身就跑了。我说大秦哥，3天就见效。不对，他明明这么说的，大秦哥3天全用掉。看你干的好事，你赶紧跟人解释解释。不，你耳朵塞啥了？你怎么了？我操！哎，干啥？这什么事？你啥玩意儿？你跟人解释啥呀？小米粒啊，大姐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这面膜质量行吗？当然行了，我这面膜都是从正规渠道进的货，质量没问题。哦，那要质量没问题，那你可以卖啊。你回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你事了？你给我搅和黄了，没你事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赵刚子，我干点事容易吗？你老跟这搅和我，你讨厌你。小美玲，你别这样，你这是小美玲，你咋的了？小美玲，小美玲，你别生气，你别长这样，我不得劲儿。大姑父，你瞅瞅。小米粒做点生意容易吗？啊，走你给搅和黄了都给。哎呀，我的命运呐！什么命运呢？小米粒倒霉倒霉，你这命运上了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看看你把人大秦子弄的，3天连续贴面膜，那脸都贴胖了，看见没？本来脸就大，现在贴的跟个胖头鱼似的。我不是胖头鱼，我大姑父。这赖我呀，他贴的方法有问题。我跟你说这件事啊，你必须帮忙。我怎么帮你忙啊？好办呐，啊，你把这面膜贴上啊，回屋啊，你从屋里出来，我一喊你你就往出走啊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干这事，我没贴过这玩意儿。大姑啊，小米粒做点生意容易吗？啊，你就搁这搅和就搁这搅和。哎呀，我行了。哎呀，我行了。哎呀，捣蛋呢你呀、啊！你呀、啊，你要命啊！我跟你说，那个大秦哥，我们的面膜啊，质量绝对没有问题，是你贴的方法有问题。我大姑父天天贴。别敢傻子，他跟我说了，他说从来都不用这玩意儿。他不想让你知道，知道你不笑话他们。喂。王小倩，你搁这白乎啥呀？我大姐夫啥时候贴面膜了？对，大姑父，
你出来亮个相吧。我的妈呀，我的妈，你卡这儿。哎哎呀，妈，这个大姑父，哎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黑洞洞的，啥也看不见。哎呀，我天！你把这帘儿打开，看见了吧？是这样啊，这还有个帘儿哈。说词儿，说词儿，啥词儿啊？宣传词儿。对对，整两句。贴面膜，贴面膜，贴完面膜像宝宝。来来来，我看看这个宝宝。哎呀！大姐夫，你别说，你贴完面膜的皮肤变得老嫩了哈。是吧？我就说吧，你一定要坚持用下去。是，老弟。叫我啥呢？大姑父，你贴完这面膜啊，一下就年轻了，从大姑父一下就变成小老弟了。这玩意儿，你别，你都差辈了，不能这么叫啊。好嘞，大姑父。那你还叫老弟吧。老弟啊，去你的！别捣乱！我看，贴完以后，哎，你还别说，他这面膜质量真不错，贴完了你感觉特别舒服，很好是吧？挺好，挺好的。妥了，小米粒再来五箱。好嘞。来来，大姐，大姐，我得嘱咐你两句啊，五箱一定要按照使用说明，明白吗？千万不能连续贴。好家伙，这要贴一个月，脸就没法看了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这大家。怎么的了？这是碰见哎呀！这其实啊，大姐啊，我还得跟你说个事儿啊，大姐，你不管用什么东西，它都是外部的，自己内部很重要。我觉得人这一生啊，一个是身体，一个是心理，这最重要。哦，对对，你知道吧？你看你这身体吧，年轻轻的30来岁，锻炼锻炼。你看你这肚子啊，好家伙，今儿中午吃啥了？鸡腿儿。吃几个鸡腿啊？五个。你的妈，吃五个鸡腿你还不锻炼？怎么的？鸡腿在里边赛跑啊？还有两条鲤鱼。你说你不锻炼，怎么能够跃龙门？啊！现在生活好了，大鱼大肉的，就更得锻炼锻炼身体了，是不是？老陈，还有你，你看你那肚子，你再发展下去就是第二个大秦。哎，大姐夫啊，那心理呢？心理也很重要，人得快快乐乐的生活，是不是？大秦子，你就不行，你这人呐，脾气急是吧？点火就着，啊，得培养一个良好的心态，对吧？要学会感恩，要多帮助别人，善待每一个人。你看，你平时没事的时候，街坊邻居需要你帮个忙啊，你块儿又大，对吧？抬个东西，搬个东西什么的，对对对对对对。还有你，这么年轻，天天就哎呀，我的命运，你能好吗你？老话说“相由心生”啊，大象怎么从这儿出来？这样，三号楼的王奶奶跟我说呀，家具出了点问题，我正发愁呢，那大衣柜怎么抬呀？你去，你把这活干完了，你身体就一定轻松，一定的是吧？一定的。那走吧，老弟。好，老弟，老弟，我也去。别老弟，大姐夫，哎，我也去。好，咱们都去啊，助人为乐，这趟活下来你们就青春永驻。好吗？走你。好。